今日舒淇现身出席某品牌活动，由于现场下雨，地面湿滑的缘故，舒淇上台时不慎摔倒，随后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起来。之后的活动中，舒淇全程微笑，并表示自己还好，称自己下台的时候是脱了高跟鞋光脚下去的，是坚强的女神淇没跑了，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能多注意一些。